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大佛顶如来密因，修正了义，诸菩萨万恨首楞严经卷第九。阿难，世间一切所修心人，不假禅那，无有智慧，但能执心，不行淫欲。若行若坐，想念俱无，爱染不生，无留欲界。世人应念身为梵侣，如是一类名梵众天。欲习既除，离欲心现，于诸律仪爱要随顺。世人应时能行梵德，如是一类名梵辅天。身心妙缘，威仪不缺，清净境界加以明悟。世人应时能统梵众，为大梵王。如是一类名大梵天。阿难，此三圣流，一切苦恼所不能逼，虽非正修真三摩地，清净心中诸漏不动，名为初禅。阿难，其次梵天统摄梵人，圆满梵行，诚心不动，即占生光，如是一类名少光天。光光相然，照耀无尽，应十方界，遍成琉璃，如是一类名无量光天。悉持圆光，成就教体，发化清净，应用无尽，如是一类名光阴天。阿难，此三圣流，一切幽玄所不能逼，虽非正修真三摩地，清净心中粗陋已浮，名为二禅。阿难，如是天人，圆光成音，披音露妙，发成精行，通极灭乐，如是一类名少净天。净空现前，引发无际，身心清安，成极灭乐，如是一类名无量净天。世界身心一切圆净，净得成就，甚脱现前，归极灭乐，如是一类名遍净天。阿难，此三圣流，巨大随顺，身心安隐，得无量乐，虽非正得真三摩地，安隐心中，欢喜必具，名为三禅。阿难，复次天人，不逼身心，苦因已尽，乐非常住，久避坏生，苦乐二心，俱时顿舍，粗重相灭，净福性身，如是一类名福生天。舍心圆融，甚解清净，
福无遮中，德妙随顺，穷未来际，如是一类，名福爱天。阿难，从事天中有二歧路，若于先心无量净光，福德圆明，修正而住，如是一类，名广果天。若于先心双厌苦乐，精严舍心，相续不断，缘穷舍道，身心俱灭，心虑灰凝，经五百劫，世人既以生灭为因，不能发明不生灭性，初半劫灭，后半劫生，如是一类，名无想天。阿难，此四圣流，一切世间诸苦乐境所不能动，虽非无为真不动地，有所得心，功用纯熟，名为四禅。阿难，此中富有五不还天，于下界中九品习气俱时灭尽，苦乐双亡，下无补居，故于舍心众同分中安立居处。阿难，苦乐两灭，斗心不交，如是一类，名无梵天。鸡瓜独行，岩礁无地，如是一类，名无热天。十方世界妙见圆成，更无尘相，一切成垢，如是一类，名善见天。精见现前，陶铸无碍，如是一类，名善现天。究竟群机，穷色性性，入无边际，如是一类，名色究竟天。阿难，此不还天，彼诸四禅，四位天王，独有亲闻，不能知见。如今世间旷野深山，圣道场地，皆阿罗汉所住持故，世间粗人所不能见。阿难，是十八天，独行无交，未尽行累，自此已还，名为色界。复次阿难，从事有顶色边际中，其间复有二种歧路，若于舍心发明智慧，慧光圆通，变出尘界，成阿罗汉，入菩萨圣，如是一类，名为回心大阿罗汉。若再舍心舍厌成就，觉身为爱，消爱入空，如是一类，名为空处。诸爱即消，无爱无灭，其中为流阿赖耶识，全于莫那，半分为系，如是一类，名为是处。空色即亡，是心都灭，十方即然，迥无忧妄，如是一类，名无所有处。是性不动，已灭穷言，于无尽中发宣尽性，如存不存，若尽非尽，如是一类，名为非想
非非想处，此等穷空，不净空理，从不还天，圣道穷者，如是一类，名不回心顿阿罗汉。若从无想诸外道天，穷空不归，迷漏无闻，便入轮转。阿难，是诸天上各个天人，则是凡夫业果酬答，答尽入轮，彼之天王即是菩萨，游三摩地，见次增进，回向圣轮所修行路。阿难，是四空天身心灭尽，定性现前，无业果色，从此代终，名无色界。此皆不了妙觉明心，即妄发生，妄有三界，中间妄随七趣沉溺，卜特伽罗各从其类。复次阿难，是三界中复有四种阿修罗类，若于轨道以护法力成通入空，此阿修罗从卵而生，鬼趣所摄。若于天中降得贬坠，其所捕居凌于日月，此阿修罗从胎而出，人趣所摄。有修罗王执持世界，力动无畏，能与梵王及天地士四天争权。此阿修罗因变化有天趣所摄。阿难，别有一分下列修罗，生大海心，沉水血口，但由虚空目归水宿。此阿修罗因湿气有畜生趣摄。阿难，如是地狱恶鬼畜生人及神仙天际修罗，今言七趣，皆是昏沉诸有为相，妄想受生，妄想随业，于妙圆明无作本心，皆如空花，原无所着，但依虚妄，更无根绪。阿难，此等众生不是本心，受此轮回，今无量劫不得真净，皆由随顺杀盗淫故，凡此三种，又则出生无杀盗淫，有名鬼轮，无名天趣，有无相亲，起轮回性。若得妙发三摩提者，则妙常吉，有无二无，无二亦灭，尚无不杀不偷不淫，云何更随杀盗淫事？阿难，不断三业，个个有私，因个个私，众私同分，非无定处，自妄发生，生妄无因，无可寻救。汝续修行，欲得菩提，要除三惑，不尽三惑，纵得神通，皆是世间有为功用。习气不灭，落于魔道，虽欲除妄，被加虚伪，如来说为可哀怜者，汝妄自造，非菩提救。作是说者
名为正说。若他说者，即魔王说。即时如来将罢法座，于狮子床览七宝机，回紫金山，再来评议，普告大众及阿难言：汝等有学缘觉声闻，今日回心去大菩提无上妙觉，吾今已说真修行法，汝由未世修奢摩他毗婆舍那维系摩氏，魔境现前汝不能视，喜心非正落于邪见，或汝阴魔，或附天魔，或着鬼神，或遭魑魅，心中不明，认贼为子，又复于中得少为足，如第四禅无闻比丘妄言正甚，天报已毕，率相现前，谤阿罗汉，身遭后有，堕阿鼻狱。汝因谛听，吾今为汝仔细分别。阿难起立，并其会中同有学者，欢喜顶礼，伏听此悔。佛告阿难及诸大众：汝等当知，有漏世界十二类生，本觉妙明，觉缘心体，与十方佛无二无别。有汝妄想，迷理为旧，痴爱发生，生发片迷，故有空性，化迷不息，有世界生，则此十方为成国土，非无漏者，皆是迷顽妄想安立。当知虚空生汝心内，犹如片云点太清理，况诸世界在虚空也。汝等一人发真归元，此十方空皆悉消陨，云何空中所有国土而不震裂？汝辈修禅是三摩地，十方菩萨及诸无漏大阿罗汉，心经通允，当处湛然，一切魔王及与鬼神诸凡夫天，见其宫殿无故崩裂，大地震彻，水陆飞腾，无不惊蛰，凡夫昏暗，不觉牵额，彼等贤得五种神通，唯除漏尽，炼此尘劳，如何令汝摧裂其处？是故鬼神及诸天魔魍魉妖精于三昧时闲来恼汝，然彼诸魔虽有大怒，必尘劳内，汝妙觉中，如风吹光，如刀断水，了不相处。汝如沸汤，彼如坚冰，暖气渐临，不日消陨，徒是神力，但为其客，成就破乱，犹如心中五阴主人。主人若迷，克得其变，当处禅那，觉悟无惑，则彼魔事无奈如何？因消入明，则彼群邪闲受幽气，明能破暗，静自消陨，如何感流扰乱禅定？若不明悟，被因所迷，则汝阿难必为魔子，成就魔人，
如摩登伽，殊为秒裂，彼为咒汝，破佛律仪，八万行中只毁一戒，心清净故，尚未沦溺。此乃挥汝宝觉全身，如载尘家，忽逢寂寞，婉转零落，无可哀救。阿难当知，汝作道场，消落诸念，其念若尽，则诸离念，一切精明，动静不移，意妄如一。当住此处，入三摩地，如明目人处大幽暗，精性妙境，心未发光，此则名为色音区域。若目明朗，十方洞开，五覆幽暗，名色音境。世人则能超越劫浊，观其所由，坚固妄想以为其本。阿难，当在此中，精研妙明，四大不知，少选之间，身能出爱，此名精明，留意前进，思胆功用，占得如是，非为圣正，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。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阿难，复以此心精研妙明，其身内彻，世人忽然于其身内识出饶回，身相宛然，亦无伤毁。此名精明留意形体，思旦精明，占得如是，非为圣正，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。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又以此心内外精研，其实魂魄意志精神，除执受身，于皆摄入，互为宾主。忽于空中闻说法身，或闻十方同夫密意，此名精破地相离合，成就善种，占得如是，非为圣正，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。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又以此心成露皎澈，内光发明，十方遍作阎浮檀色，一切种类化为如来。于时忽见毗卢遮那具天光台，千佛围绕，百亿国土给予莲花具时出现。此名心魂灵物所染，心光严明，照诸世界，占得如是，非为圣正，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。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又以此心精研妙明，观察不停，意暗降伏，智指超越。于时忽然十方虚空成七宝色，或百宝色，同时遍满，不相留碍，青黄赤白各个纯现。此名亦按功力余分，占得如是，非为圣正，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。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又以此心研究澄澈，金光不乱，忽于夜半在暗室内见种种物，
不输白昼，而暗示物亦不除灭。此名心细密成其见，所事动忧，占得如是，非为圣正。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又以此心圆入虚荣，四肢忽然同于草木，火烧刀灼，曾无所觉。又则火光不能烧热，纵割其肉，犹如削木。此名尘病，排四大性，一向入纯，占得如是，非为圣正。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又以此心成就清净，静心恭极，忽见大地十方山河皆成佛国，具足七宝，光明遍满。又见恒沙诸佛如来遍满空界，楼殿华丽，下见地狱，上观天宫，得无障碍。此名心焰凝想日深，想久化成，非为圣正。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又以此心研究深远，忽于中夜遥见远方市井街巷，青竹眷属，或闻其语。此名破心，逼急非出，故多隔见，非为圣正。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又以此心研究经籍，见善知识，形体变移，少选无端，种种千改。此名邪心，含受痴昧，或遭天魔入其心腹，无端说法，通达妙意，非为圣正。不作圣心，魔事消歇；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阿难，如是十种禅那现境，皆是色音用心交互，故现思事。众生顽迷，不自存量，逢此因缘，迷不自是，未言登圣，大妄语成，堕无间狱。汝等当依如来灭后，于末法中宣示思义，无令天魔得其方便，保持复护，成无上道。阿难，彼善男子修三摩提，奢摩他中色音尽者，见诸佛心如明镜中显现其相，若有所得而未能用，犹如眼人手足宛然，见闻不惑，心处刻邪而不能动，此则名为受因驱语。若眼就歇，其心离身，反观其面，去住自由，无复留碍，名受因境。世人则能超越见着，观其所由，虚名妄想以为其本。阿难，彼善男子当在此中得大光耀，其心发明，内意过分，忽于其处发无穷悲，如是乃至观见文蒙，犹如赤子
心生怜悯，不觉流泪。此名功用一摧过月，悟则无咎，非为甚正。觉了不迷，久自消歇。若作圣解，则有悲魔入其心腹，见人则悲，提气无限，失于正受，当从轮坠。阿难，又彼定中诸善男子，见色音消，受音明白，甚相现前，感激过分，忽于其中生无限勇，其心猛力，至其诸佛，为三僧祇，一念能悦。此名功用，灵帅过月，悟则无咎，非为甚正。觉了不迷，久自消歇。若作甚解，则有狂魔入其心腹，见人则夸我慢无比，其心乃至上不见佛，下不见人，失于正受，当从轮坠。又彼定中诸善男子，见色音消，受音明白，前无心正，鬼师故居，智力衰微，入中灰地，迥无所见，心中忽然生大枯渴，于一切时沉意不散，将此以为勤精进相，此名修心，无慧自失，悟则无咎，非为圣正。若作圣解，则有异魔入其心腹，但系错心，悬在一处，失于正受，当从轮坠。又彼定中诸善男子，见色音消，受音明白，慧力过定，失于猛力，一诸甚性怀于心中，自心以疑是卢舍那，得少为足。此名用心，王师恒审，逆于之见，悟则无咎，非为甚正。若作甚解，则有下列一知足魔入其心腹，见人自言我得无上第一义谛，失于正受，当从轮坠。又彼定中诸善男子，见色音消，受音明白，心正未获，故心已亡，历览二际，自生艰险，于心忽然生无尽忧，如坐铁床，如饮毒药，心不欲活，常求于人，令害其命，早取解脱。此名修行，失于方便，悟则无咎，非为甚正。若作圣解，则有一分常忧愁魔入其心腹，手执刀剑自割其肉，心其舍受，或常忧愁，走入山林，不耐见人，失于正受，当从轮坠。又彼定中诸善男子，见色音消，受音明白，处清净中，心安隐后，忽然自有无限喜生，心中欢悦，不能自止。此名清安无慧自尽，悟则无咎，非为甚正。若作圣解，则有一分好喜乐魔入其心腹，见人则笑，于渠路旁
自歌自舞，自谓已得无碍解脱，施于正受，当从轮坠。又彼定中诸善男子，见色音消，受音明白，自谓已足，忽有无端大我慢起，如是乃至慢与过慢，即慢过慢，或增上慢，或卑劣慢，一时俱发，心中尚清十方如来，何况下位声闻缘觉，此名见甚，无慧自救，悟则无救，非为甚正。若作圣解，则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腹，不离塔庙，摧毁金像，为谭月言，此是金铜，或是土木，金是树叶，或是蝶花，肉身真常不自恭敬，却从土木实为颠倒，其身性者从其毁碎，埋弃地中，遗物众生入无间狱，施于正受，当从轮坠。又彼定中诸善男子，见色音消，受音明白，于精明中圆悟经理，得大随顺，其心忽生无量清安，己言成甚，得大自在，此名因会获诸清清，悟则无咎，非为圣正。若作圣解，则有一分好清清魔入其心腹，自谓满足，更不求进。此等多作无闻比丘，遗误众生，堕阿鼻狱，施于正受，当从轮坠。又彼定中诸善男子，见色音消，受音明白，于明悟中得虚明性，其中忽然归向永灭，波无因果，一向入空，空心现前，乃至心身常断灭解，悟则无咎，非为甚正。若作甚解，则有空魔入其心腹，乃谤持戒，名为小圣。菩萨悟空，有何持犯？其人常于信心谈悦，饮酒啖肉，广行淫秽，因魔力故，摄其前人不生一谤，归心酒入，或食屎尿与酒肉等，一种俱空，破佛律仪，误入人罪，施于正受，当从轮坠。又彼定中诸善男子，见色音消，受音明白，为其虚名深入心骨，其心忽有无限爱生，爱即发狂，变为贪欲，此名定静安顺入心，无慧自持，误入诸欲，误则无咎，非为圣正。若作圣解，则有欲魔入其心腹，一向说欲为菩提道，化诸白衣平等行欲，其行淫者名持法子，神鬼力故，于末世中摄其凡愚，其数至百，如是乃至一百二百或五六百，多满千万，魔心生厌，离其身体，威德既无，陷于亡难，遗误众生，
入无间狱，施于正受，当从轮坠。阿难，如是十种禅那现境，皆是受因用心交互，故现思事。众生顽迷，不自存量，逢此因缘，迷不自是，未言登圣，大妄与成，堕无间狱。汝等亦当将如来语，于我灭后，传世末法，遍令众生开悟思义，无令天魔得其方便，保持复护，成无上道。阿难，彼善男子修三摩地，受因尽者，虽未漏尽，心离其形，如鸟出笼，已能成就。从事凡身，上立菩萨六十圣位，得一生身，随往无碍。譬如有人熟昧一言，世人虽则无别所知，其言已成因运轮次，令不昧者嫌恶其语，此则名为响音驱语。若动念尽，浮想消除，于觉明心如去成垢，一轮生死，首尾圆照，明响音尽，世人则能超烦恼浊，观其所由，融通妄想，以为其本。阿难，彼善男子受因虚妙，不遭邪律，原定发明三摩地中，心爱圆明，锐其精思，贪求善巧，尔时天魔后得其变，非经妇人口说经法，其人不觉是其魔浊，自言未得无上涅槃，来彼求巧善男子处，复作说法，其行思虚，或作比丘，令彼人见，或为帝室，或为妇女，或比丘尼，或请暗示，身有光明，世人愚迷，或为菩萨，信其教化，摇荡其心，破佛律仪，前行贪欲，口中好言，灾祥变异，或言如来某处出世，或言结火，或说刀兵，恐怖于人，令其家资无故耗散，此名怪鬼，年老成魔，恼乱世人，厌足心生，去彼人体，弟子与师俱现亡难。汝当先觉，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，堕无间狱。阿难，有善男子，受因虚妙，不遭邪律，原定发明，三摩地中，心爱游荡，非其精思，贪求精力，尔时天魔后得其变，非经妇人口说经法，其人亦不觉知魔浊，一言自得无上涅槃，来彼求游善男子处，复作说法，自行无变，其听法者忽自见身作宝莲花，全体化成紫金光聚，一众听人个个如是，得未曾有，世人愚迷，或为菩萨，淫逸其心，破佛律仪，前行贪欲，口中好言，诸佛应是，某处某人
当是某佛化身来此，某人即是某菩萨等来化人间，其人见故，心生顷刻，邪见密心，众智消灭，此名拔贵，年老成魔，恼乱世人，眼足心生，去彼人体，弟子与师俱现亡难，汝当先觉，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，堕无间狱。有善男子，受因虚妙，不遭邪律，原定发明，三摩地中，心爱绵乎，成其金丝，贪求契合。尔时天魔后得其变，非经妇人，口说经法，其人实不觉知魔浊，一言自得无上涅槃，来彼求和善男子处，敷作说法，其行即彼听法之人，外无千变，令其听者未闻法前，心自开悟，念念一意，获得宿命，或有他心，或见地狱，或知人间好恶诸事，或口说偈，或自诵经，个个欢愉，得未曾有。世人愚迷，或为菩萨，怜爱其心，破佛律仪，前行贪欲，口中好言佛有大小，某佛先佛，某佛后佛，其中亦有真佛、假佛、男佛、女佛，菩萨亦然。其人见故，洗涤本心，亦入邪悟，此名魅鬼，年老成魔，恼乱世人，厌足心生，去彼人体，弟子与师俱现亡难，汝当先觉，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，堕无间狱。有善男子，受因虚妙，不遭邪律，原定发明，三摩地中，心爱根本，穷懒物化，性之忠实，精爽其心，贪求辨析，尔时天魔后得其变，非经妇人，口说经法，其人先不觉知魔浊，一言自得无上涅槃，来彼求缘善男子处，敷作说法，身有威神，催服求者，令其坐下，虽未闻法，自然心服。是诸人等，将佛涅槃菩提法身，即是现前我肉身上，父父子子历代相生，即是法身常住不绝，都指现在即为佛国，无别净居，即金色相，其人幸受王师先心，生命皈依，得未曾有。是等愚迷，或为菩萨，推究其心，破佛律仪，前行贪欲，口中好言，眼耳鼻舌皆为净土，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涅槃真处。彼无知者，幸是慧言，此名蛊毒，衍生恶鬼，年老成魔，恼乱世人，眼足心生，去彼人体，弟子与师俱现亡难，汝当先觉，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，堕无间狱。有善男子，
受因虚妙，不遭邪律，原定发明，三摩地中，心爱玄应，周流精言，贪求敏感，尔时天魔后得其变，费尽妇人口说经法，其人原不觉知魔浊，一言自得无上涅槃。乃彼求应善男子处，复作说法，能令听众暂见其身如百千岁，心生爱染，不能舍离，身为奴仆，四世供养，不觉疲劳，个个令其坐下人心，知是先师本善之事，别生法爱，年如娇妻，得未曾有，世人愚迷，或为菩萨，亲近其心，破佛律仪，潜行贪欲，口中好言，我于前世于某身中先度某人，当时是我妻妾兄弟，今来相度，于汝相随，归某世界，供养某佛。或言别有大光明天，佛于中住，一切如来所修居地。彼无知者，性是虚狂，遗失本心，此名厉鬼，年老成魔，恼乱世人，厌足心身，去彼人体，弟子与师俱现亡难，汝当先觉，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，堕无间狱。又善男子，受因虚妙，不遭邪律，原定发明，三摩地中，心爱深入，克己心情，要处阴极，贪求静谧，尔时天魔后得其变，非经妇人口说经法，其人本不觉知魔浊，一言自得无上涅槃，来彼求因善男子处，复作说法，令其听人各知本业，或于其处遇一人言，汝今未死，已作畜生，赤使一人于后踏尾，顿令其人岂不能得，于是一众倾心倾服，有人起心以知其兆，佛律仪外，重加筋苦，诽谤比丘，骂力徒众，揭露人事，不必讥嫌，口中好言，未然祸福，及至其时，毫发无失，此大力鬼，年老成魔，恼乱世人，厌足心身，去彼人体，弟子与师俱现亡难，汝当先觉，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，堕无间狱。又善男子，受因虚妙，不遭邪律，原定发明，三摩地中，心爱知见，勤苦研寻，贪求宿命，尔时天魔后得其变，非经妇人口说经法，其人殊不觉知魔浊，一言自得无上涅槃，来彼求知善男子处，夫作说法，世人无端于说法处得大宝珠，其魔或时化为畜生，口衔其珠，集杂珍宝，检测服毒诸奇异物，先受彼人，后着其体，或又听人藏于地下，又明月珠照耀其处，
是诸听者得未曾有，多食药草，不参家馔，或食日餐一麻一麦，其形肥充，魔力持固，诽谤比丘，骂力徒众，不必讥嫌，口中好言他方宝藏，十方圣贤潜匿之处，随其后者，往往见有奇异之人。此名山林土地城隍穿越鬼神，年老成魔，或有宣淫破佛戒律，欲成事者潜行五欲，或有精进纯食草木，无定行事，恼乱世人，眼足心身，去彼人体，弟子与师多现亡难，汝当先觉，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，堕无间狱。又善男子，受因虚妙，不遭邪律，原定发明，三摩地中，心爱神通，种种变化，研究化缘，贪取神力。尔时天魔后得其变，非经妇人，口说经法，其人诚不觉知魔浊，一言自得无上涅槃，来彼求通善男子处，夫作说法，世人或复手执火光，手错其光，分于所听四众头上，是诸听人顶上火光，皆长数尺，亦无热性，曾不焚烧，或水上行，如履平地，或于空中安坐不动，或入瓶内，或处囊中，月有透圆，曾无障碍，唯于刀兵不得自在，自言是佛，身着白衣，受比丘礼，诽谤禅律，骂力徒众，揭露人事，不必讥嫌，口中常说神通自在，或复令人旁见佛土，鬼力惑人，非有真实，赞叹行淫，不悔粗行，将诸猥亵以为传法，此名天地大力山经海经风经河经土经，一切草木积结精魅，或复龙魅，或受中仙，在国为魅，或仙其中，纪年因死，其形不化，他怪所附，年老成魔，恼乱世人，厌足心身，去彼人体，弟子与师多现亡难，汝当先觉，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，堕无间狱。又善男子，受因虚妙，不遭邪律，原定发明，三摩地中，心爱入灭，研究化性，贪求深空，尔时天魔后得其变，非经妇人，口说经法，其人终不觉知魔浊，一言自得无上涅槃，来彼求空善男子处，夫作说法，于大众内其形忽空，众无所见，还从虚空突然而出，存没自在，或现其身，动如琉璃，或垂手足，作旃檀器，或大小便如厚实密，肥毁戒律，轻贱出家，口中常说无因无果，一死永灭，
无复后生及诸凡圣，虽得空寂，前行贪欲，受其欲者，亦得空心，波无因果。此名日月薄石金器金玉之草，灵凤龟鹤，经千万年不死为灵，出生国土，年老成魔，恼乱世人，厌足心身，去彼人体，弟子与师多现亡难，汝当先觉，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，堕无间狱。又善男子，受因虚妙，不遭邪律，原定发明，三摩地中，心爱长寿，辛苦严己，贪求永岁，气分断生，顿息变异，细相常住。尔时天魔后得其变，非经妇人口说经法，其人竟不觉知魔浊，一言自得无上涅槃，来彼求生善男子处，复作说法，好言他方往还无志，或经万里瞬息再来，皆于彼方取得其物，或于一处，在一宅中，数步之间，令其从东亦至西壁，世人疾行，累年不到，因此心性疑佛现前，口中常说十方众生皆是吾子，我生诸佛，我出世界，我是缘佛，出世自然，不因修德。此名住世自在天魔，使其眷属如遮闻察及四天王毗舍童子，未发心者，立其虚名，使彼精气，或不因师，其修行人亲自观见，称执金刚，与汝长命，现美女身，盛行贪欲，未逾年岁，肝脑枯竭，口尖毒言，听若妖媚，前人未降，多现亡难，未及欲行，先已干死，恼乱彼人，以致除允，汝当先觉，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，堕无间狱。阿难，当知是十种魔，于末世时，在我法中出家修道，或复人体，或自现行，皆言已成正片之觉，赞叹淫欲，破佛律仪，先恶魔师，与魔弟子淫淫相传，如是邪经，昧其心腹，尽则九生，多于百世，令真修行，总为魔眷，命中之后必为魔民，失正片之，堕无间狱。汝今未须先取即灭，纵得无学，留愿入彼末法之中，起大慈悲，救度正心身心众生，令不着魔，得正知见。我今度汝，已出生死，汝尊佛语，名报佛恩。阿难，汝是十种禅那现境，皆是响因用心交互，故现思事，众生顽迷，不自存量，逢此因缘，迷不自是，未言登圣，大望与成，
堕无间狱，汝等必须将如来语与我灭后传示末法，遍令众生开悟思义，无令天魔得其方便，保持复护成无上道。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，诸菩萨万恨首楞严经卷第九。